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现在要，正如 Aiden 刚才所说的呢，我们现在的主题是电和热。我首先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主题相关的不同的内容。我现在就直击主题开始。我们的介绍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我们谈一谈关键的一些电力方面的一些趋势，电力方面的一些统计数据，然后谈一些关键的概念。然后呢，最后我们将会跟大家预留一些时间来让大家提问。在我介绍的过程之中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对话框中提及，我的同事将会给大家做出解答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力方面的一些趋势。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世界电力生产的发展情况，从1974年开始，就是50年之前，一直到2021年的情况。在这段时间中，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电力生产呢，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。除了2009年，因为2009年我们出现了经济危机，还有2020年是大流行新冠疫情的开始。总的来说呢，这就形成了电力生产从1974到2021年增加了四倍的这样的情况。1974年是6298泰瓦时，2021呢是28520泰瓦时。这里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发电使用的最主要的燃料在2021年是哪些？是哪一个？大家可以去 Menti 的密码是111816665。然后呢，请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们有六种不同的回答解答：第一是天然气，第二是石油，第三是风能电能，第四是煤炭，第五是水力，第六呢是生物燃料。大家可以就此来做出自己的回答。回到 Menti，再重复一遍我们的密码。111855，这里大家可以回答，就是在全球2021年的时候，发电主要使用的燃料是哪一个？看到已经有一些回答出现了，大部分的人都回答的是煤炭。好的，我们看到煤炭呢确实脱颖而出，而且呢正确答案就是煤炭。煤是有25个人选择了煤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而它也是正确的答案。煤炭是主要的发电燃料，在2021年。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一下世界电力生产，通过它的来源来看一下，从1974到2021年这几年的情况，在这段时间中呢，我们使用来发电的燃料情况有所变化。我们看一下，用石油发电呢，石油的占比有点减少，减少了百分之，看之前呢是25%，2021年只占3%。而同时呢，水力发电的这个比重也有所减少，从20%多减少17%。但是呢，相比而言，用天然气发电的这个情况呢有所增加，从12%增加到了差不多24%。同时呢，以核能发电的占比呢也有所明显的增加，从之前的4%，1974年的数据过渡到了2021年13%左右。在这段时间，大家可能也看到呢，煤炭还是主要的发电燃料，它的占比呢
从1974年到2021年变化甚小。为什么呢？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，和其他的燃料相比。然而，在排放方面，也有一些好的消息。如果我们看一下风能和太阳能，它的发电占比的话，就是浅绿色和黄色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者呢，它们发电的占比呢，虽然还是比较小，但是呢，它也在最近几年有不断的增加，因为生产成本的现在越来越低，而且各国也开始采用更加环保的一些政策，所以他们发电的占比也有所增加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在2021年世界电力生产的情况。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煤炭还是主要的燃料，占64%。之后呢是天然气，天然气提供了大概1/4的这种发电燃料，所以呢煤和天然气加起来呢，占64%左右，剩下的1/3，我们看到了来自非排放的来源，包括核能呀，或者是风能，还是太阳能等等。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风能、太阳能，它的这个占比确实还是比较小，但是最近几年呢，有显著的增加。现在呢，风能、太阳能的占比要比之前呢多好几倍。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分地区电力生产的情况。这里是一个图表，我们看到的是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发电的情况。可以看到，在非经合组织国家之中呢，发电量要比经合组织国家发电量增长得快得多，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中。所以在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发电量呢，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发电量。这个时间节点是2011年。自此之后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发电量呢继续增加，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发电量呢保持持平，基本上是持平。2020年，我们也看到非经合组织国家它的发电占比呢，基本上占了全球发电占比的60%，而非经合组织国家呢，现在呢，各区域的情况也是不一样。我们看一下，按区域分，在最近几年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大部分的发电量增长的主要是来自中国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分部门的电力消费。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呢，消费其实也增长了4倍，在74年到2021年之间，从5000泰瓦时到23000泰瓦时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看到，刚才谈到了生产增加了4倍，所以消费肯定也是增加了4倍，这是完全逻辑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从生产那边可以看到了，生产大概是27000这个泰瓦时，而这里消费是23000泰瓦时，这里有些差距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？数字的差距呢？因为这是在送电的过程之中呢，可能会有一定的电力的损失。除此之外呢，发电厂、发电室的部门呢也有自用的情况。我们看一下，在全球分部门的消费，当然工业还是最大的消费者、消费领域。那但是呢，它的占比其实也有所减少，因为尤其是能效原因，尤其是经合组织国家，我们看到了工业需电量呢也有所下弱化，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会看到经合组织、非组织国家、非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对比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比较OECD 里面不同部门的耗电的话，这和非经合组织做个比较，在经合组织国家里，最主要的是商用、公用和居家用。
它几乎是平等，平均分布的，在非 OECD 国家、非经合组织国家，工业占比几乎是占到一半。当然，根据每一个国家它的收入以及工业结构，这会影响到电力的消费。好，大家都听得还清楚吧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电力消费生产的一些趋势。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电和热统计数据相关的关键概念。我刚才讲到了电力，它是由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来生产的。一次能源是来自于自然的能源，包括水力、太阳能光伏、风力和潮汐能。二次发电来自于燃料、核能、地热和太阳热能、光热能。当然，热力也可以来自于一次和二次能源，一次能源来自于光热、地热和核能。二次则是来自于燃烧燃料，还有将电力转化为热，或者是用热泵把低温的能源加温成热，用它来生热。那么，大部分的电热生产者呢，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部门。第一是主要作为能源供应商，它为第三方供应电力或热能。另外一个部门是自用者，比如说核能厂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那么在自用的方面，他们呢，这个部门，它生热或者是发电，主要是为了支持自身的活动。比如说，很多的工业的工厂，它在厂内呢都有这种自用的发电设备，但是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它自身的运作，因此我们要将它划分在自产自用这个部门。这两种分类呢，不是说它是不是公共部门或者私营部门，不是用这样来分类的，而是以它的这个所产生的电的用途来分配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电厂的类型。电和热生产者呢，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的形式。第一是电厂，它当然只发电；热能厂，它只生热。那么第三者是电热联产厂，我们也叫它 CHP 厂。它是在过程中既发电又能够发热，又能够生热。好，那么我们的统计数据报告的公约呢，当中对于这两者怎么去辨别和分类呢？所有的能源生产者呢，它都要以生产的能源记载在生产的这个部门。那么在自用者，则是要在生产。所以的电力呢，它在我们的调查问卷表都要填写在生产那一栏。
但是，热能呢，它只记录出售的或者是销售的，这个热。那么，在新的这个调查问卷当中呢，我们没有报告 CHP 的这一个栏目，对于自用资产者呢，不需要报告这个 CHP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，总生产和净生产值。总生产值当然包括所有生产的电力和热能，但是并非所有生产的电力和热能都是用于生产需求，很多时候它是为了自身的厂房运用而提供支持或提供供电，所以我们叫它自产自用。那么我们把总生产值扣除自用值，就可以得出净生产值。好，那下一个报告的规则是自产自用。我们刚才说，我们只记录出售的热能，而不是出售总热能的这个生产值。所以这边我们必须要记得怎么去记录它。对于主要能源生产方呢，它怎么去记录是很简单的，只要以总值减去扣或者是扣除它自用的部分呢，就可以得出净值。但是热能呢，这方面很多时候很难去区分到底是出售或者是自用，所以在热能部分，我们是假设断定总值相当于净值，我们都要这么去假设。那么这边当中呢，有一些时候，可能不是这么的简单，在整个供应链当中也会。我们也针对不同的环节呢，在调查问卷当中采集这些数据，包括比如说燃料入料、总生产自用部分得到净生产量，还有呢，根据不同的用途，包括热泵、电锅炉，比如说抽水蓄能的水力发电等等，另外还要考虑到国际贸易进出口的情况，另外还有很多中间能量的损失，最后有一些在需求面的这一些最终的消费者，不管是工业、运输、住家等等不同的部门。所以在供应和需求面之间的差别，应该呢只看到它统计上的数据是耗损的那个部分，但是在实际上通常都会有更大的差异。我们要考虑到顶峰负荷等等。最后一章，大家都看到在不同，在数据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反映出相关的耗损或者是损失。这个电能它在通过电缆、电塔等等，它都会失去一些能量。很多时候是以热能的方式失去的，因为在比如说电缆，它的热量非常高，温度非常高，
所以它可能就会减少真正能够达到目的地的能量的传输。我们认为它中间的耗损大概是在五到5%到15%左右，要看，比如说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的质量、它的保养、保修的情况等等。如果说比较这个基础设施这些电缆设施比较老旧的话，那么它的这种耗损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。大部分呢，这个自用的耗损是16%左右，但是最后的自用和耗损占到16%，最后的消费者是达到84%。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讲到发电效率。发电效率，它是从所有生产的消，所有的产出除以它的这个入料。当然，这个效率值它应该是要低于100%的。通常呢，这个值它可能要看它的入料类型，比如说它是循环。和这个一般的传统的煤厂，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。在右边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例子，就是20+45，这是它的产出除以100这个呢单位的入量，得到了这个65%的能源效率，统称产出效率。我们通常用这个数值来核实其他的数据。最后一个标准是关于贸易的，不像其他的燃料，电和热的这个贸易呢，它会以转运，就是跨国的这个交通的物流来计算它，而不是在国生产国或者是目的国来计算，这是和其他能源不一样的地方，和其他的燃料不一样的地方。它必须要包含所有，的这个转运流。像这边给大家一个例子是，葡萄牙必须要报告它的出口到西班牙的量，西班牙，它要报告它进口和出口到法国的量。那在法国这边，它又要报告从西班牙这边它进口的量。最后，谈到另外一个统计上的概念也是非常实用的，也就是，能源的单位，还有电力单位。电力单位呢，它是用瓦，能源是用焦来计算的。当然，有一些数字呢，它突然比较大，所以我们比如说，会用瓦时或者是太焦这样的方法来表示。这很重要的是，瓦指的是电力，瓦时指的是能源。为什么要加以区分呢？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下一个概念，是最大电容量。这个最大的电容量呢，它是电厂能够生产的最大的电力。比如说某一天那个电厂，它全力全部开工能够产生的最大电量，
这对于统计学上来讲呢，是非常实用的，让我们能够加以核实我们所收集到的数据，加以比对，确保我们手上的数据是合理的。那这个产能系数呢，是这么来计算的：实际的生产除以最大潜力生产。而且呢，它这个系数的值呢，可能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核电厂，它的系数比较低。那么如果说其他的，比如说太阳能，因为它有时间的关系和周期的关系，就不像它这个电厂的产能这么大。由于我们时间比较不足，我就不细说。我现在希望大家有